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小彩虹徐梦洁，祝 OWATS 四周年生日快乐！每天打开 OWATS 和欧妹一起支持我的作品，关注我的新生活吧。其实不是我许愿，只是借着他生日的这个非常好的一天，对吧？然后希望自己也能得到一个愿望。当然这些都是小愿望，都已经实现了啦。亚米其实每天都在撒娇，然后萨尼的话，他已经知道他跟他的区别了。还好啦，其实我是团队里的开心担当，正能量担当，就是因为我还是算很胖的，所以我只能选择一天吃一餐，对，晚上呢就不要吃东西了，白天呢可以多吃点水果跟蔬菜，尽量就是少吃肉啊油腻的呀，但是我偶尔还是会吃一点点甜食，我觉得挺好的呀，反正除了我你们就是热评嘛，对吧？我心中的粉其实是不太一样哈，妹妹粉就觉得我觉得彩虹好好看，觉得彩虹哇唱歌好好，这是妈妈粉吧，无条件的支持，觉得彩虹穿的衣服好看，要学学我好的就好了，不好的就不要学了。然后妈妈粉的话就每天就是仔仔看看妈妈，仔仔看看妈妈，我觉得挺开心的。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粉，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像好朋友一样的存在。对，你去那个官博大号去评论，他们如果同意的话，那我就直播美妆教程。我希望下一次如果同样是去韩国的话，那我还是想带我的家人去逛逛，就是好玩的地方都想带他们去的，因为去过一次了嘛，就知道我该怎么走了。最近的自拍到了瓶颈。然后可能这样之类的，哎呀，没，都一样啦。谢谢你们，就是一直还站在我的身后。对，只要你一直相信我，我就有底气做到底。谢谢你们，爱你们啦。比如说，哎呀，今天出去玩很开心。大笑，然后见到喜欢的人比较害羞，那可能就是好，然后呢腼腆的微笑，我试一下，感觉都差不多，然后呢搞笑的笑，对，霸道嘛，就是面无表情啊，OK 啊，我替徐梦洁多吃一点，这个也是我偶然看到的。这里有一条是说，发一发年初去哈尔滨吃的，无论什么季节都要一定要去吃，尤其是冬天。这是哪里啊？哈尔滨的一个地方吗？我还蛮想去哈尔滨的，就觉得我喜欢冬天嘛，想去感受一下最冷的是什么样，但我估计会被冻僵。然后下面就是哇，火锅成都，我前段时间刚去过成都，但是因为是去张杰老师的演唱会嘛，所以还是得收着点，不能吃太多，所以我那天就留着肚子没怎么吃火锅，就是留到了庆功宴跟他们一起吃火锅。哎，你们替我吃的真好，还有串串，我的妈呀，我流口水。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没吃饭呢？还有一个是哇，泰式拼盘农家小炒，台式酥盐鸡甜品，日式火锅，重庆美食丽江米线。有点长啊，我也蛮想去泰国的，还有日本，这都是你去到当地吃的吗？哎呀真好，你让你们都帮我多吃吃吧，我能看到这些照片也挺好的。
撒娇鬼，这一看就不是我啊，我怎么可能每天撒娇呢，对吧？为什么要撕啊？这不是我。女友力，女友力的意思应该就是非常会照顾人吧，那应该算一个，因为我在家经常照顾我弟弟，没办法，哎，我行我素。嗯，不太是。精致女孩，这个可以，虽然我自己不是那么精致，但是我尽量去做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。学霸，这个好像也不是哈，幻想自己学习很厉害。热衷养生，这个绝对是负金，但是最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养生的道理。宠物控，这个必须是，我非常喜欢宠物，之前自己 也有养狗，熬夜的。我快贴完了怎么办呢？我穿了一件新衣服，牛奶皮肤还好，这个也可以用。文艺青年，这个承认，因为我特别爱写东西，真的写一些有的没的。气氛担当，这个适合散令，把散令的标签贴在我身上吧，希望自己能学到一点他的东西，这也是对的哟。盛世美颜，这个适合超越，都贴我身上吗？段子手，这个不是，怎么有点适合段总呢？段总，来一个吧。自拍达人，这就是我啊。表情富翁，这个是个小七，小七的表情真的张张都是表情包，小七怪。唱跳全能，这是个美琪。可甜可盐，这好像也是在说我。腼腆害羞，好像还蛮像的哈，好看吗？舞台王者，我的新的衣服好看吗？